知幸福何时能降临，让我充分准备，逮住爱就不放弃。当我遇上了你，后悔没有超能力，爱你只能靠自己，拼了命的去争取。我醉啦啦的爱你，我爱你胜过稀罕我自己，连天上的乌云都因为我而感动不起。吓一跳，成绩没了，那肯定是要下掉的。谢谢。哎呀，没有事的，哥哥们都很尽力了，我都知道。不要说对不起，要不然我都不好意思了，真的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哎呀，谢谢大家，真的特别感谢大家。喝口水。嗯，人间哥都是那个啥，都是我那个，我今天还好多哥哥都是厚着脸皮都告诉的，真的。这样吧，其实我，那个给哥卡下黄。下次头条叫下我，哥呀，你把你微信给我呀，老大应该有，够加你微信了吧？你看看，你可以私聊给我微信，这上面有个头像，点一下就可以了，啊。一会儿的，我这边忙完了，我去一下那个啥，去看一下文姐，我就不连乱斗了啊，我就不连乱斗了，直接一会儿我过去一下啊。欢迎小猪们，我去看一眼，是不是可以回来正常直播啊？好的，千万不要相信，私聊你们的人都是骗的啊，都是骗人的。千万别信哦，好多飞人怕骗子，你点这个地方私聊我，他们私聊你的不行，你得私聊我，他们私聊你的不要理他们。点上面有个头像，上面有个小头像，那个地方有我的照片，那个头像我不知道加谁，完了你点一下，完出了一个这一个框框嘛，完了底下有个私聊，你扣个小一，我看我能不能看见啊，试试吧。我加完微信的啊，加完微信的好多哥哥微信我都没有加上呢，你们不要扣一，你私聊我一号麦序，你可以点麦序。哎呀，告诉你骗子横行，要不吧这样，哥我给你拉到子频道去好不好？
一会儿我看看谁能拼那个谁能开麦。北冥哥哥，你能开麦吗？你能开麦，你给哥拉下去，完了要一下微信啊。好多人私聊我，你看得到吗？我看得到，我也不理你。加我微信啊。好，那你这样吧，稍等我一会儿，我去溜达一圈，我去看看你大文姐是不是好了，能直播了，好不好？完了我一会儿回来再跟你们聊会儿天儿，嗯，好吗？好，那这个